以呢，紧接着我就要安排邀请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呢，在我们的客家大调小调唱得非常好的老师，用台语来带来呢，给比客家的歌曲，让跟现场朋友们大家安排呢客家的小调及我们客家的大调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客家腔调九转十八弯，首先我们就来听一下客家小调的唱腔。我们欢迎陈素梅老师带来《十八姑娘一朵花》，总上分让，谢谢。
谢谢什么感谢？十八姑娘日如一发，十八姑娘日如一发，这是我们的客家小调。除了客家小调之外呢，我们的客家歌曲当中很早期呢有一些老山歌，也是值得呢我们今天的客家文化的推广。那么老山歌当中呢，我们今天现场朋友们可以听到呢有哈个哈盖偏板散购弄哈盖散购子。那么用铁冲所有朋友台盖来安排来走要强，今不以安妮朵的带来呢牙熟哈盖散购子，邀请我们的庄玉英老师，有我们的三哥子来跟现场朋友们大家来做推广，重赏来鼓励，谢谢欢迎。各位请到的小新朋友大家好，好，带来的散购子。长流山那个啊，秋开流山那，我来就得了到啊，两山流。什么什么，上来了！